我们现在来到杜拜君悦，请赶紧开门。就是一般房。这边是杜拜的君悦，我们看一下，哦，有一个放行李箱的走衣间，还有好多抽屉哦 ，safe box， 很多很多抽屉哈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厕所。哦，他的浴室，他的马桶好奇怪哦，马桶在一个玻璃门旁后面，然后呢，其实君悦我们都一向蛮喜欢的，蛮空的，有一个浴缸，一般的尺寸，然后还有一个淋浴间，那我们出去看看吧，就这个镜子。其实这应该就是一般房，一般房呢床是这样子，嗯，然后那边有个沙发，我不晓得那个沙发能不能变成沙发床，我觉得应该不行。然后有一个这个咖啡机等等的，嗯，咖啡机啊，哦，这个是冰箱。窗户打开之后呢，嗯，其实没有什么风景哎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床，是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有电视，嗯，所以还行。嗯。